这就是我们五班的故事。在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中，我们的这次战斗很小很普通，发生在一个毫不起眼的角落，也几乎没有记载。为了最后的胜利，我所有的战友都牺牲在那片无名的山坡上，只留下了一个个普通的名字。 后来我听连长说，亮亮的这份情报非常重要，关系到美军近期将对志愿军发动新一轮攻势的内容。根据对各路情报的分析及对战争的宏观判断，中国人民志愿军进行了全面的作战部署，最终导致美军的行动计划破产，只好乖乖地坐在谈判桌前。连长，连长牺牲。 班长不让你哭啊！以后怎么哭？连长，班长牺牲了，五班也打没了。谁说五班没了？五班还在啊！有鬼来了没有？回答！有鬼！报告军！